樱花官方更新的 bug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萌小萌。之前樱花官方更新园林版本的时候，便利店旁边的十字路口的第一条斑马线上面不是有一个圆柱吗？就是那个圆柱是樱花公司的烟花，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呢？因为现在已经是0507版本的了，樱花官方把它给修复了。因为这是一个 bug， 很多人把它误解成一个秘密，是 bug 又不要把它误解啊。二，木屋更新了换衣服的。没错，现在0507版本更新了木屋里一个换衣服的地点，是在二楼哟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用跑回女主家去换衣服了，很方便了。之前宫殿也不是这样子的吗？你们还记得吗？你们也许忘了，我们走路上去吧。我觉得官方之后会更新这个环形楼梯，我在猜测准没错。到啦，就是这个小角落，这样子方便了很多哟。末了，拜拜。